海神之心破碎后如何修复，修罗神在神界的地位有多高。最新一集中，海神现身帮助唐三，在战斗过程中海神之心破碎，通过海神和千仞雪的战斗，我们发现海神用尽了全部力气，以海神之心破碎为代价才拖住了千仞雪。反观千仞雪本人并未受到任何伤害，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，海神仅凭一个神念便击败了千仞雪。失去了海神之心的三叉戟虽然重量不变，但唐三却清晰地感觉到他仿佛失去了灵魂。在唐三第九考海神传承时，没有了海神之心的唐三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传承之门。这时想要尽快退休的海神现身，暗示唐三身上有一件东西可以修复海神之心，这件东西便是深海魔鲸王的金珠。当初唐三击杀暗魔邪神虎后便出现了一颗珠子，可惜唐三并没有发现。在击败百万年深海魔鲸王后，唐三在小白的提醒下从魔鲸王的脑袋里取出了一颗金珠。当时的唐三并不知道这颗金珠有什么用，通过小白的描述，唐三才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，只是自己目前还不知道它的用处。在海神的暗示下，唐三用这颗金珠成功修复了海神之心。海神的做法引得了神界执法者修罗神的不满，因为海神不仅违背神界规则下界帮助唐三，竟然还在神器考核中暗示唐三。海神回怼道，你在杀戮之都干了什么破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身为执法者竟然知法犯法。修罗神是神界的执法者，在神界地位极为崇高，有管理一切监督主神甚至是神王的权利。神界委员会由两位神王与三大神界执法者组成，遇到神界大事之时，将由神界委员会五大委员进行投票。五大委员并称为神界五至尊。海神虽然不属于五至尊之一，但也是仅次于五至尊的一级神，实力又极为强悍，所以倒也不怎么怕修罗神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